三節啦嘛，中間就多咗位嘉賓啦。咁啊，呢位嘉賓就係我哋曾經都做過我哋嘉賓嘅霍朗齊啦。咁啊，都係佢靚仔咁啊，介紹另外一位咁啊，即係都係英俊瀟灑嘅嘉賓 Adam 啦。咁啊，佢又過嚟，咁啊，佢就話：喂，呢個你一定要訪問，好特別嘅喎，有咩咁特別啊？咁啊，呢個因為佢係動物管理師，動物管理師，我問係咪即係嗰啲人動物佢全心咧？咁啊，嗰啲我都識一啲我同輩親戚啊，嗰陣時好信嘅，我話咁。當然了你咁趣致咁好啦，咁呢位 Adam 做動物管理師，甚至有你嘅動物園嘛，叫奇異動物。其實咩叫做動物管理師？問阿 Cat 姐先，你知唔知咩叫動物管理師？唔知道。我完全我都係咩動物管理師啊？咁今日啊，咁啊就等阿 Adam 你去講解一下咩叫做動物管理師，而你又做啲咩咧？好管理師好似有點高帽啊，不過即簡單啲講啦，我係養咗好多唔同嘅爬行類動物啦，或者啲另類啲嘅寵物嘅。咁除咗養佢哋之外，我都會可能帶佢哋去做唔同嘅推廣啊，等香港市民認識下佢哋啦。更加係就會做一啲教育嘅工作咯，即可能係俾學生啊、社區中心嘅小朋友啊，或者一啲弱勢嘅社群啊，等佢哋可以透過呢樣嘢一來認識到動物，二來就係一種主流學術以外嘅學習咯。